性感新人 Lana Del Rey 够狼玩。新人歌手 Lana Del Rey 的首张专辑还没发行就被乐评骂到臭头。家境良好的 Lana 被时髦一族誉为下一个天后，而她则自誉为帮派南希辛纳屈。但一月中 Lana 在周末夜现场出示替身，表现却糟糕透顶，引发影视名人在推特无情的毒舌痛批。但这样批评他公平吗？也许该被批评的是硬把他推在镁光灯前的经纪人。现在 Lana 的知名度越来越高，让人不免怀疑他什么时候会玩完。你还意犹未尽吗？输入 anime.tv